这盘棋呢，红方先走，黑方呢三个卒，如果进卒一将就形成杀棋，所以说红方必须步步将。首先，平炮一将，平炮一将，黑方只有用车吃掉。如果称士的话，这边进车一将杀棋；如果称这边士的话，这边一将大刀穿心的杀法。这边再平车一将形成杀棋，所以说第一步平炮一将，黑方只有吃掉，吃掉的话再弃车一将，弃车一将，黑方这个时候如果称士的话，这边城里炮叫杀；如果称这边士的话，这边进车叫杀，只有吃回去。吃掉的话，这个时候进炮一将。黑方只有称士，这边有个兵，再进车一将，只有落士，这边再平兵一将。如果上将的话，这边退车一将，这个车挡住这个将路，这将下不去，形成杀棋。平兵一将这一步棋比较精妙，如果你退上士吃掉的话，退车一将闷杀，退车吃也一样，随便走步车形成杀棋。这盘棋呢也是比较精妙。